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麻婆豆腐盖饭加北冰洋，来你看看。先把这个 ISO 调低点。非常鲜美的。好像我还说啊，我是吴才。那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讲索尼最近最新推出的一个专门针对 vlogger 的一个数码相机，索尼的 ZV-1。对，这一集呢也是吴才说的科技区，我们应该叫数码区的首秀啊。所以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期节目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。这个相机我们买来应该有3、4天了，然后也用了一下。这里呢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使用感受，因为这一集不是恰饭嘛，所以你们会听到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。相机大家特别关注它，或者说它针对 vlogger 来改进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反转杆。觉得对于索尼来说是它的一大步，因为索尼第一台有这种180度侧翻屏的相机，所以这个是可圈可点的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说，其实这个也只是相对于索尼来说的一大进步。以佳能为首的一大堆相机其实早就有这个功能了。喜欢索尼的索粉们终于可以用它来跑 vlog 了。但是缺点的话就是，它还用了它祖传的那个 LED 屏，就是可以触摸对焦，但是不能通过触摸来调节它的菜单，还是一个慢残的屏幕来的。另一个它的祖传优势呢，就是它的对焦系统了。索尼的对焦也是我之前我们工作室一直有一台索尼相机，就是它的对焦性能非常的强大，然后。小姐姐来试一下。Hello，这样能对上焦吗？OK，然后现在我们测试的是人脸和人眼对焦的功能，这样可以对上焦，这样可以了。还知道什么？身高，身高就当我170吧，好吧，就当我90斤吧。问我就是90斤，不问就是110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对于 vlog 特别友好的就是它内置了 ND 滤镜，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在南方拍摄经常艳阳天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用了大光圈的镜头，平时光圈没全开嘛，然后视频如果定了25帧的话，其实快门速度也就定了，是吧？50分之1秒，一切参数都设置好情况下，其实你过曝的话，可调的参数就不多了。比如说，如果太阳过曝的话，大家看到的画面，小姐姐说话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现在是把 ND 滤镜关了，其实大家能看出来还是差别挺大的。几乎看不到小姐姐，但是如果有了 ND 滤镜呢，我们把内置的 ND 打开的话，你们就看到它了，而且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刚刚太奇怪了，我们干什么用滤镜的情况下？好，因为我之前的相机从来不舍得买 ND，因为太贵了，让它直接内置了。这个相机的定位，我觉得对于新手，尤其是对于小姐姐来说是非常友好，因为小姐姐可能通常对于数码并不是很感兴趣或者很钻研，非常好吃。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，就是美颜。然后这个相机呢，它也内置了美颜的功能，它美颜呢一共有3个。啊，现在是自然状态，没有美颜。好，然后现在是低美颜状态，可以看一下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吗？好，现在是中美颜模式，有比刚刚优美吗？现在是高美颜模式，然后大家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啊，就是因为我见了小姐姐本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美颜功能还是很强大的，比起手机的美颜来说，那个真的是没有瑕疵啊。第三个我觉得特别喜欢和好的功能就是产品展示功能，因为你像我们这些消费类啊，就经常卖家买东西啊，买东西给大家开箱，然后拍开箱的话，经常有一个什么困扰呢？就是它对焦对不到我要拍的拍摄主题上，因为相机通常你看我设置的是人脸或者人眼对焦，就对在我身上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有一个手表，
给他介绍的话，他应该对不到吧？现在这个机子佳能的双核什么像全像素对焦系统，能对到吗？对，就是会比较困难，或者像小姐姐一样这样一下才可以。我们现在切到这个索尼的 DV1， 然后看一下产品展示功能有多强大，比如说手表注意，对焦速度很快吧？哇塞！啊，然后第三个功能就是它的光圈啊，这个光圈达到了 f/1.8到2.8，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光圈。之前的黑卡，包括小相机里面很少有到这么大光圈。这产品相机新的功能就是清晰和散焦功能。怎么说？啊，清晰的话就很明确了，就是画面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清晰的。但是如果就是你如果想说让画面对焦对到自己脸上，然后忽略到后面的路人或者韩寒哈。就可以开散焦功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是散焦关啊，清晰功能。然后我现在散焦打开 ，OK。注意老杨啊，老杨是不是虚化掉了，对吧？就是一键开启大光圈的感觉。然后散焦关 ，OK。这样老杨又出现了，散焦开 ，OK。老杨虚化。那再比如说现在我散焦功能开，然后看到哎后面好像走来一个小姐姐，好像长得还不错的样子，想给大家看，不要闹钟，关掉散焦，看到了吗？打开散焦。关掉散焦，就是一键开启最大光圈的感觉，这个就非常的智能方便。现在我们测试一下麦克风。现在我跟那个相机的距离是一米左右，然后现在用的是内置的麦克风。聊聊天吗？可以聊。观众朋友们，平时喜欢干什么？然后这次索尼的官方送了一个毛，你现在用上这个毛帽 ，OK， 然后现在是已经把那个毛帽插进去了。然后大家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吗？那就再聊个天吧。其实我本人，虽然我是个北方人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吃城东的小吃。但是很长时间以来，尤其是在北京，好多城东小吃店，基本上已经关的差不多了，要找到一家正宗的也是非常的困难的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，有时候特别想吃这个麻婆豆腐盖饭的话，自己又懒得做，然后结果真的真好。到了合唱比赛那天，领导跟我说很难遇到特别好吃的。今天算是一家非常棒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